北京是中国文化脉络的交源地，同时它也是中国保留最多历史遗迹活化石的地方，所以不到长城非好汉，不到北京不算拍过中国。北京我们来了。我们这次选择外模来演绎，主要是想突出这样的一个文化反差，也是因为在北京呢，它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的中国元素，并且它有着非常丰厚的文化底蕴。我们这次把布朗登搬到城墙上面，徒步跨越15个烽火台，等于说把整个摄影棚搬到长城上面。这个时候考验的已经不是你的技术，也不是你的体力，考验的完全是你的意志还有你的信念。这次的拍摄其实真的非常紧凑和紧张，因为我们要跨越4个不同的地方去拍，每个地方移动起来的时间又要1到2个小时以上，所以说我们就要紧密的合作在一起，然后实现他拍完我们马上就把自己的创意执行起来。此次拍摄的题材对于化妆造型方面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，因为西方人的五官轮廓相貌都均有不同，所以我在表现造型的同时，在饰品的选择上采用了景德镇青花瓷系列复古发簪作为一个点缀。阿叔总超甜，没有吗？我们这次的拍摄呢，是婚礼风尚迄今为止跨度最大的一个地域型合作，所以说这次的组合是最顶级最完美的。 Go